你会念哪一首唐诗？今天参加念唐诗对战，对呀、啊，你会念哪一首？床前明月光吗？哦，来来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下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棒哦，耶！然后那个红豆生南国会不会？相思，相思，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好棒，好可爱哦。怎么这么美丽，她戴着金丝，穿着花花衣。明月花儿，花也爱你，你会跳舞，花也甜蜜。好厉害哦，阿慧琪在学校表现一定很大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今天是全场最不一样的小朋友哎哈，小春丽，是不是？好，加油哦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还有眼睛耶，那是他的鼻孔吗？好了吗？还没。来，给你拍一张。就是好。子谦，叔叔要跟你讲拍。对。爸爸。很好，谢谢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再大声一点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好，请问是音费多少？103。